真的要花个300-500块的话，哇，这上海真的是好像爷爷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到服务又好，东西又好吃，然后环境又好，还不用给小费，对，又不用给，不用担心给小费，对呀、啊，哇，简直是。就像我回上海的时候，就算去那个 club 玩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叫人家去买酒，我给个100-200块人民币的小费，你算下来还是比这边便宜。对。对对他们一般，对啊，他们只有有些地方收了他们，但是并不需要给。对，其实就是说，像我们就是、哦、因为这边给惯，感觉你叫人家去买酒、去买烟的话，就给一点意思意思，对不对？对。就100块钱也才，对、啊，20块钱每天都不知道就给就给了、啊，无所谓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开心的不得了。然后就说啊，小姐姐姐，这边这多好，还被人家伺候的像那个大爷一样。对、啊。Hello， 哎，出了呀！在开车还是在干嘛？哇，好热哦，外面。我房间不热。哎，我一出去我就感觉热了。买个那个吗？那个糖，那个挡阳光的吗？你有毛病！你回家洗一洗吧。你洗的时候洗完之后梳一梳啊。体质弱的人，他如果不打的话，如果肯定不行。对，如果
机就有抗体了嘛，就没有那么容易，就好像每年都要打那个流感疫苗一样的嘛。对啊，看来是每年都要打。因为我每年都有去打流感疫苗，没有那么容易感冒嘛。但是中国就控制的比较好，因为国内他们都到处去玩的，大部分地方他们可以到处去旅游，所以这很正常啊。对呀、啊。对啊，不戴口罩也无所谓。对。就是在室外的时候。其实我感觉这边如果能像国内就封城，全都封2个月都不会那么严重。这边不可能封的。因为这不可能封的，这里因为没有，因为太民主，不可能的。对啊，因为这边的人要自由。如果像国内就封2个月，什么地方都不能去，就在家待，那没有问题了。对啊。这边没有办法就搞。这边不可能的，还好这美国这边是有疫苗。还好是疫苗是的。救不过来的。对。其实我有在想一个问题，疫苗其实早就有了，其实。没有这样的新冠疫苗是刚刚研发出来的，它算很快了。一年嘛，一年的时间嘛。对啊，一年都不到。觉得这是个阴谋。我就感觉其实有些你看送医院啊，说什么救不过来，其实美国人一直在怪是中国的错。其实我觉得这都说不定。对啊，这谁的错？这都不能、不能说。这个东西也许是美国人他故意把它放出来的，都很难说。对，很难说，不知道这些都是提到政治的东西。对啊。那既然你说是国内的，因为你仔细想一想，它疫苗发生在武汉，武汉是中国的中心，很重要的一个那个中转站。在中心一发散，一扩散的话，整个国家都崩溃了，对。所以这个就是，如果是有人故意放出来的话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。我感觉啊，不是说啊，他们说是吃那个什么病，我觉得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对。你说吃这些野生东西，就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这都是肯定是政府就故意这样。是啊。我跟你说，因为这个病毒在他们。很多国家也仔细调查，很多地方，对，就是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之前，在其他地方已经有。对呀、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。